我们交大的这个基本设计课其实是一个历史蛮悠久的课程，那它主要开给的学生啊是各个科系来的跨领域的学生，所以也会有资工系的学生、数学系的学生，不见得是人社院的学生才会来修的设计课。所以这门课它一开始在安排的时候就期待是叫具有设计的启发，然后而不是以一定要训练成变成设计师的这样的目标在规划的。那课程主要会分为两个主要的诉求，其中一个诉求是希望同学们具备观察这个周围事物的能力，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才会开始带入到设计跟创作的部分。那观察的部分，我们像一开始我们在题目上就有希望同学们观察他自己的工作桌，因为那是他每天一定会面对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场景，所以怎么使用你的桌子，你在桌子上放了什么物件，这其实都是他很可以理解跟观察的对象。那另外一个是他自己身体的构造，因为我们其实身体也像是一个机器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关节、不同的使用方式。像有一个同学他很可爱，他观察他自己怎么洗脸啊，以及他每天怎么样起床下床的过程，所以这身体本身的内外跟空间关系也是很好的教材。接下来我们也鼓励同学们去观察，像交大我们现在在的空间是一个新整理好的空间，但同时还有很多旧的还没有整理过的空间，所以会有很多新与旧的界面。其实包含我们所在的城市也一样都有这样子的现象，那我们就有要求同学们去拍照，拍出这些新跟旧之间的那一条界限，然后同学们就开始观察他周围的环境里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然后所以这是一个观察类型的题目训练。然后创作的部分呢，则鼓励同学们有办法从 2D 的世界里面发展出 3D 的作品，因为 2D 比较像绘画啊，一些平面构成的部分，那我们在设计的部分会需要很多 3D 的物件，不管是工业设计或者是建筑设计，它都会进入到一个 3D 的尺度，立体的尺度。所以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题目则会重视 2D 到 3D 的过程，所以这是这个基本设计课主要的概论的部分。我们那时候决定出折纸这一个练习给同学们做，也是因为折纸其实是一个我们在亚洲很常日常可以看到的一个 2D 转 3D 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放蚊香的那个纸座，以及我们家里常会有纸盒，以及小时候可能会折纸青蛙、纸飞机等等。这个信手拈来的材料，其实你在折的时候就包含了很多数学以及结构上面的意义。其实像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很多临时性的建筑，其实它里面也都有许多折纸的元素。然后以及像我们现在新竹转运站前面的棚架本身也是由折纸作为概念发起的一个造型，然后另外像甚至像 NASA 他们也是用折纸的逻辑然后去发射，就是从小然后可以张大变大的太阳能板，然后以及有很多现在在开发利用折纸的技术来做出的小的会走的机器人。所以其实折纸这件事情有非常高的应用性，同时也兼顾了 2D 转 3D 的这样子的知识背景在里头，所以当时就决定以这个题目为发起，让同学们开始来尝试平面转成立体的过程。在出这个折纸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规定同学们要走哪一类型的折纸，让他们自己从很多的选项里面去发展。那就可以发现有一类同学可能比较偏机械工程一点，他们会对那种会动态变化的折纸特别感兴趣。像这一位同学，他的折纸抛到地上之后会再弹起来，因为他在里面加了一些橡皮筋的结构，所以大家会有种很惊喜的感觉。那另外像这一类的同学们，他们是用有点像是立体卡片的做法，所以这卡片在摊开来所产生的这个动能，让这里面的纸张产生了非常大的立体变化上面的呈现，所以也蛮有一种趣味性的。那有一类同学也很特别，他们比较专注于那种折纸所带来的雕塑感。像这一个同学的作品，他就每一张纸他只愿意折一次，
然后在这一折里面，它让这个纸产生了一些渐变的弧面，所以放在一起加上光影的变化，看起来很像一个很美的雕塑。这一类同学他对折纸的想法也不太一样，他并不特别追求他会不会跟动它的形状，而是这折纸本身所带来的美是不是他所喜欢的。然后以及有一类同学啊，他们会去开发这个折纸有没有机会变成像刚刚案例里有的会走路的机器人等等，所以他会去研究这折纸有没有不同的机构的可能，不同的 hinge 的可能，所以他会玩这个折纸的，像这些折纸像小动物一样走的可能性，然后在课堂上做讨论。所以可以很快的看到同学们在一样的题目一样的题本底下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那虽然有一些的创作可能折纸有参考了不同的人做过的 pattern， 可他们都有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论述或自己折的方式，所以其实相当的有意思。像部分的同学比较完美主义啊，就碰到这种没有特别命题的题目的时候会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我通常给他们的建议是，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你就从你的双手开始折，开始你就开始折这张纸，那你折出来的物件就会开始跟你产生对话。你不见得要有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设计其实是一个有点操作型的学科，它永远不会只停在想象而已。当你开始做这个物件，就会开始好像教了你一点什么事情，会引导你继续做下去。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也有机会去看看别人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借由一些重复已开发出来会成功的折纸的 pattern， 你去练习这个 pattern 折出来的状况，然后在不断的练习跟熟悉之后，你就会有一些信心去开发出你自己的折纸的一个系统。那这两类都是一个我建议的方向，因为绝对比你坐在那里一直想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是在20多年前，美国纽约的 Cooper Union， 那当时的教职员们其实就慢慢的研发讨论出这一个练习的题目。那因为我也是这间学校的校友，那时候观察学生们操作，觉得其实是一个蛮好的练习方式，所以就也引进来带领我的学生们一起来做看看。那首先同学们必须在平面的9宫格里面发展一套它慢慢演变的逻辑。然后这个逻辑它不见得要非常的数学或很工整，但是它要有一个你自己可以讲清楚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跟着你的逻辑走。然后这一个9宫格的平面的图形就会绘制完成之后，你要开始把它讲成立体的9宫格。因为当它变成3×3×3一个 cube 的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立体化的限制会出现。其实建筑物里面也有很多柱梁系统啊，很多结构的限制，所以像这样子的练习，一方面考验你架构逻辑的能力，也考验你整理跟论述的能力。然后这也是作为一个立体类型的设计师很需要去辩证的一个思维，这样。所以他这一套练习，他不见得要就解决什么问题啊，或不见得要开创什么了不起的新的局，但是你必须要可以用你的逻辑说服别人跟着你从平面变成立体的过程。那我现在就是分享的这一个9宫格的作品啊，是蛮有意思的，他只要碰到这个格线的交叉点，他就视为是他创作的一个圆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平面绘制上所有的曲线都是从这个不同格点的圆心开始绘制而成。然后这个圆心在他发展成立体化的时候，他给他的规则是这一个圆心会碰到的空间必须要是穿透的，是头顶不能有东西的，这样，所以它的空间开始产生了一些基本上的限制。那我们这一次的9宫格题型跟过去的稍有不同，我们还追加了一个比较趣味性的设定，学生们要抽签，他会抽到一组形容词跟一个对象。像这一个同学他组合出来的题目是浪漫的猫咪，所以他这个空间
最后要给浪漫的猫咪使用。他在得到这一个抽签组合的题目之后，他又开始微调了他空间的形态，开始更多的高高低低，以及他考量猫咪喜欢一些比较暗的小角落，所以他创作了一些follow 了这个逻辑里创作了一些比较暗的角落空间。那所以这一个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非常的有机，然后非常的有趣味。然后那时候我对这个作品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就这次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另外一个例子我想拿出来提的，这是一个我们数学系的同学所做的作品。他一开始对一样也是从这个格线以及圆弧开始做了一些发想，但他接下来把这个圆弧做了控制点的拉伸，也就是这些点这些格点最后变成弧线的控制的格点，而不是像第一位同学这些点是圆心点，然后这一位同学是控制点，所以他就长出了一些比较奇怪的有点散状感觉的曲线开始出现在他的平面里。他在立体化的时候就把圆弧的曲线就是提高，然后留下了散状的曲线在平面，然后这两个曲线它 loft 起来，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立体的空间形式。这一个练习他抽到的题目是冒险雄心的中年人所以他还要想办法带领一个想要冒险的中年人来走他的空间，所以他为这个空间做了更多的内外跟较为高耸的几何形态，来强调这个尺度感的变化，把这个冒险的气氛带到他的作品里面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同学的这个作业的结果作为一个对照应该是还蛮有意思的。这一个题目又跟刚刚折纸的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题目有比较多逻辑推演上面的限制。那有一些同学会很在意他的逻辑是否可以贯彻到底，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在美学上会因为逻辑而产生一些挣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挑战他，你必须放弃部分的逻辑来成就这一个作品整体的美感啊，或是比较浪漫的部分。然后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挑战，就是他好不容易建构了逻辑，然后他又要在创作的时候部分的可能要取消它才能完成这个作品。像一开始可能觉得他的作品就是他没有想象要给什么人用，可是却在第三次上课的时候被要求要给一个猫咪使用，他可能就觉得还要再去媒合这件事情，或是要调整他的创作。其实在设计的领域里常常会碰到类似的状态，你可能有你原本的一个想法，可是邀请你设计的人啊，或使用你设计的人可能一直在变化，所以你有的时候也要在一个脉络底下去调整你的设计。然后常常在这对话里面或一些冲突里面，它甚至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作品。那我鼓励学生们，就是可以不管是在设计的什么阶段，你可以尝试去观察你自己的日常，你有没有一些重复的姿态啊，重复的动作，这部分是你可以花时间去理解的。另外是你的生活的场景里面，你可以分两个想象，然后来提供你设计的训练。其中一个是解决问题类型的，有没有什么空间你觉得有机会可以改善可以更好，那有没有什么场域你觉得可以创造一个什么东西放在那里其实会很有意义。所以其实设计其实分为三个类型，一个首先你有个观察跟分析事物的能力，再来是一个你有解决问题或改善现况的一个能力，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开创一个价值一个发明类型的能力。那从这些过程里面，你也许也会发现一个你比较适合从事什么类型的设计，有机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创作者。